现在是没有小船哈，那么如果我拍的话，那我可能会让它过曝，让它过曝的时候，让水面更加的洁白，在画面里头它显得干净一点，这个感觉会黑了一点，当然，如果您是拍这一块，那么要浅曝，因为阳光下嘛，它有形成这个色彩的一个反差，